主席、各委员，本委吴玉生、侯彩凤等33人，我们有建议台北县林口乡自来水由石门水库的大南集水厂供应，但是石门水库常因台风大雨夹带泥沙，时有原水着陆飙高，超出净水厂负荷程度的情形，导致居民经常面临停水困扰。而林口更因位居大南集水厂，供水管末梢需经集水厂4段加压送水，时有水压不足造成停水缺水的情形。尤其行政院在规划林口地区兴建平价住宅4000户，带动人口迁入林口的同时，应紧速于林口地区协调规划并兴建蓄水池，以解决林口8万多居民经常无水可用的困境，是否有当进行公决？本院委员吴益生等33人提案，本案作如下决议。